穿着内衣、超短迷你裙，在台上热力跳舞，看得下面的观众个个都目不转睛。哇，身材真的非常的姣好，非常火辣，是不是呢？台南市议员们也纷纷到场，大赞内衣的舒适度。林美燕议员更是不计形象，将内衣外穿，搞笑演出。你看。这穿起来，这晚上当睡衣很舒服哎，真的。这间新开幕的内衣旗舰店结合公益活动，打算将当天营业额的其中两成捐给慈善机构，传递幸福。我们今天的营业额将捐出20%给台南新世代社会关怀协会。那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份幸福传递给更多的弱势小朋友，可以帮助他们有课后辅导的基金，还有其他的生活上面的辅助。除了可以让消费者穿出内在美，店家也希望能同时照顾到弱势族群，发挥企业的社会道德公益。记者庄祥婷、郑文珍，台南报道。